现在很多火遍全中国的这个湘菜的连锁店，其实它都有敢创新的，它全都是全国连锁店，甚至都开到了海外。我在北京，我是黑羊哥。我在长沙，我是黑羊哥。我在上海，我是黑羊的。我在深圳，我是黑羊哥。我在洛阳，我是黑羊哥。我是黑羊哥，现在在下海。我是黑羊哥，我在北京。我是黑羊哥，现在长沙，这道炸鱼只我一炒3万多没了。我是黑羊哥，在长沙搞小炒饭牛肉，西关粉都不知道。